我是刁真真，刚成为皇后不到一个月就发财了，但是最近狗皇帝有些不对劲，撵我撵得厉害，难不成是想要跟我来真的？ 真好，我也觉得。快，说说哪儿画的好？工笔结构严谨，用笔呢圆润自如，浑然天成，厚实灵动，对吧？那你说，我这画的是谁？这是皇上啊！翠儿啊，你帮我把这送去，送到皇上那儿。 娘娘，这个给皇上好像不太好吧？怎么不好啊？你刚才不是说我画的浑然天成、厚实灵动吗？骗我呀！你这死丫头怎么越来越虚伪呢？娘娘会伤心的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良心是什么？娘娘，淑妃娘娘送了一首诗来，请娘娘品鉴。淑妃。 还好我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，诗嘛，信手拈来，要想打动淑妃，只能用文采让她折服，并将她引为知己，必定能打动她。去，拿给淑妃。皇上。 这是皇后娘娘派人送来的，呈上来吧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哦，皇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天下人都认识皇上您。皇后娘娘这是夸赞皇上您呢。一曲肝肠寸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？皇后娘娘是想成为皇上您的知音，她真是这个意思？嗯，这是当然。皇后娘娘这是在跟皇上您表明心意呢。如此好事，当属罕见。这皇后竟然用它来表白，这实在是暴殄天物啊！是，谁说不是呢？皇上您。 啥？怎么了？给淑妃娘娘的信送到皇上那儿去了。等等，你说信送错了，那还能追回来吗？淑妃娘娘的寝宫距离咱们坤宁宫还是有点距离的，现在追应该能追上。行，那你看着点火啊，我亲自去追。啊。等等，千万不要偷吃哦。嗯。 皇后娘娘夸赞您的诗巧夺天工，浑然天成，还给您回信了。不过是些应付人的话，呈上来吧。淑妃，妹妹，我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些话还是当着妹妹的面说出来比较好。皇后娘娘想说什么？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？ 觅知音，不知妹妹身在这后宫之中，曾几何时觉得孤独、寂寞、冷呢？我一看妹妹的诗，便知道你我便是知音。是吗？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？妹妹如此才情，若深埋在这后宫之中，简直太浪费了。不知妹妹。
可否愿意出诗集？我愿助妹妹在诗圈一展宏图，青史留名。真的吗？我也可以吗？你完全可以的，你是最棒的。但是我觉得娘娘才是真正的有才之人，您刚刚吟的那两句诗如此精彩绝艳，堪称绝句。唐诗宋词三百首，你值得拥有。销魂的味道啊。姓翠的，你给我起来，谁让你偷吃鸡翅了？娘娘，实在是太香了，我真的没忍住，我就只吃了一点点。只吃了一点点，我看你只是给我留了一点点吧。太好吃了，又麻又辣的，全入味了。娘娘，我还能再吃一个吗？